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这段时间我们分享哥林多前书，我觉得在哥林多前书不但看到保罗教导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去面对他们生命里面的问题，我觉得我更看见一件很值得学习的是，保罗怎么样活出一个榜样来。昨天和你说，保罗其实是哥林教会的创办人，我们用一般的说他是创办人，是他到哥林多这个城市带了一些人信主，然后建立了这个教会，所以他是创办人。而这些人呢，都是他带着，是他们带他信主的，然后呢，他也带这些人，不但带他们信主，也带这些人生命的一些成长，所以像属灵的师父吧。但是他却说，他在哥林多的这一群基督徒中间所活出来的是一个谦卑的形象，一个仆人的侍奉，他活得像一个仆人，去服侍这些比他更幼稚的，比他更幼嫩的，但是他是谦卑的一个服侍。而这样的一个服侍，他说了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我打定主意，打定主意什么呢？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知道为什么这样说吗？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期待保罗能不能够说一些更有智慧的话呀。你不要老是讲就是信嘛，就是信，你只要信就，你可不可以讲一点，你看某某人来，他讲的那些道理是多么的炫人耳目，有些人所讲的东西多精彩多丰富。保罗说，我打定主意，我不要把你们带错路，让你们去用人的智慧去评断这些。他说，打定主意，不要让你们走得好像希腊人一样，在那里求只是人的智慧。在那里希腊人很喜欢轻谈，希腊人非常喜欢谈智慧，希腊人他们常常坐在一起就聊，就像雅典人一样坐在那里就聊，每天只是把当天发生的事情拿出来说说谈谈。哇，但是保罗说，我们面对世界上的新闻可以这样，面对属灵的事不是这样。他说，我打定主意，我不要去包装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就是很单纯的告诉你，带着信心去认识这一位十架救恩，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么单纯。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父亲啊，他们那一代的传道人办了一个很特别的布道大会，邀请的讲员是格里汉。格里汉大概是20世纪后期神最重用，全世界最重用的一位布道家，他的布道会非常多人在那里得到帮助，我自己也去参加了那个聚会。那大家都很兴奋，因为啊，格里汉要来了，哇，他是这么忙的人，他愿意来到我们中间来办布道会。然后那个布道会呢，的确真的后来好多人信主，非常多人的信主。可是那个聚会完了之后，有一次我听到我父亲他提到说，他们那个主席团都是在啊华人当中神很重用的一些布道者、牧师、长老，他们成为一个主席团，他们聚在一起就说，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呢？格里汉讲的这篇道，我们每个人都讲啊，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啊，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啊，他讲的东西就是很基要的真理，就是这么简单，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新的道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包装，他就是讲，我还记得他就讲约翰福音3:16，大概所有的牧师都讲过这一节圣经，而格里汉也没有讲这一节经文，讲出了另外一个哇我们都没有看到的，这没有，就是这么单纯。但是谢谢主，就看见神的工作，就看见神的荣耀。我相信保罗也是这样的心，保罗就是觉得不管你们对我的期待是怎么样，你们希望在我这里听到什么新鲜的、有智慧的、满足你们悟性上需要的东西，但是我就是告诉你，我打定主意只说耶稣基督，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救恩。
是一朵路旁的小花，开放在阳光下了乌鸦。我要活泼地吐露芬芳，让人制造无助的味道。他记不清湖那小花的融化，必然更将我的生命看为可夸。若我是一朵路旁的小花，我要对人说出的味道。若我是一只林中的雀鸟，飞跃在树梢间逍遥，我要尽情地歌唱赞美，让人制造无助的奇妙。他记不清湖那雀鸟的曲调，必然更将我的生命看为重要。林中的雀鸟，我要对人说出的奇妙。他记不清湖那小花的融化，必然更将我的生命看为可夸。若我是一朵路旁的小花，我要对人说出的味道。若我是一只林中的雀鸟，我要对人说出的奇妙。